忍忍，那我们进去一下，我们忍者必须死了，好不好？看到我们机会所这边出现多人技术，没有错，我们又有一个新活动可以玩啦，小活动，我们就来玩一下。坚韧长力，无坚不摧，战心常驻，无往不利。在忍者总部举办的实战技术中展示真正的实力吧，一举夺下忍界最快的称号，好不好？这个基本上，哦，他背景有改欸。还蛮帅的，还蛮帅。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每日任务啊、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竞速。这竞速不知道是不是像我们之前就是那个大家一起在一个村庄里面然后快跑的那一掌，应该是啊，好吧，应该是。但这一次好像没有，就是特别那个。哎，它这个界面都有翻新哎，还蛮可爱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看一下啊、哦。来来来，这场的话呢，流星雨大海，熊熊咪幺幺就在今天。哎，是那个霍元甲的那个。然后弱爆勒死赖啊，那个英文真的很差。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能不能跑出好成绩。这应该跟角色的那种就是攻击或是干嘛应该没关了吧，就只是跑图而已哦。来跑图的话，我们就不特别选什么角色，就选我们最漂亮的。哦，这一次是我们的这个海滩图。看一下谁比较快，是不是？这应该也是那个吧，就是比赛谁活最久的那个吧，应该是那个模式。没什么障碍物的感觉，也没在放也没在放陷阱，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本来就那个。哦，这是你只要蹦到就会直接那个，好不好？蹦到就会减慢速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快就炸开啊？哎呦啊，有卡牌，还是有，还是有，哇，好慢，好慢！这模式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可以跟别人一起竞速的。我陷阱很多，我刚刚应该要上去的。哎。哦，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那个啦，一拿到就架了，因为我那个滑板我都没有那个啊。哎、欸，这张图好像是不是哪里看过啊？哎、欸，是不是跟那个之前那个比赛图是一样的？好像是一样的、欸，所以海边就是长个样子，好像每次都是一样的、欸。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那个有那个大比赛的那个。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啊、准白的那个经济部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跟我们那个老板娘的那个行销部的那个，好像就是在跑这个哎、欸，所以其实海边的地图是长一样。那待会会不会有随机图啊？就是那几张随机这样子。哇，我记得很少看到他开，很少看到他的大绝，很漂亮呢、欸，我觉得。那这个很漂亮哎、欸，这真的很漂亮，这个樱花的。我被砍到之后就变超慢。我们这边左右边都是朱雀。哇，慢到爆！哇，不过我觉得这个可以先帮助，先跑个几次，应该就会比较熟悉了。个海滩图啊。我们吃这么多鱼币能干嘛、啊？是不是不能干嘛？吃这么多鱼币能干嘛？哎、欸，我们有第五名呢、欸，所以总共是六名玩家在跑而已，我们第五名，有来有加两积分，还行，好不好？来来来，还行。然后目前来说的话，地图应该都是会不一样的，我觉得，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蛮多人在跑的耶，很多人在跑的。来，六个人，第五名，不错啦，没败啦，至少不是最后一名嘛。
可以可以，给过给过，好不好？给过给过，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来来，继续继续，加油加油！我是张庭湖的粉丝，还有风跟雨落天选，雨落天选好像有遇过，然后妖刀村镇跟魔力小马，哎，魔力的小马，我看一下啊、哦，这张有可能又不是海滩了，我觉得。哎，对，果然，好不好？它是会随机的。我记得这关好像会掉下去哦，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各种稳一点点，稳一点点，对的。哦，然后他这边的话，武器有给你全部都改成朱雀的样子，有全部都给你改成朱雀的样子。我们都没吃到哎。然后你骑海滑板的时候不要按下、哦，下那个下我们那个滑板会直接没有。注意哦，我现在第一名哦，各位，操控的好哦。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要没了。是不是都是进这种就是传送阵，就会让你往前飞的传送阵都是好的、啊，对不对？我有风筝哎、欸，该风筝一下、啊，加速吹风。可以不要这样吗？哎呀！哇，他这个被喷到好像就没办法让你开技能的样子。完，我已经不是第一名了，我被那个卡牌害死了。哇，前面那个，前面那三个也太会跑了吧！我们已经拉开超多的距离了耶。我怎么略过了？哎呀，哭啊！赶快复活，赶快复活！还有机会救。嘟嘟嘟！哦，超过一个了。哦，我超过两个了，我超过好多个，飞！再继续超，但我跑不到第一名，但没关系，已经比我之前还要厉害了。哦，我第一名了。我加油！不要翻！完了，要到纯正。没事没事，第一名！哈哈，哇哦！居然，我最后他们可能都是被那个鸟尿弄到了吧？睡啦，各位，我们在第一名，加积分加十啊、哦，没问题，格莱芬多加十分。太好了，哇，真的，我觉得这次也是蛮好玩的。不过它这边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就是
不一样的地图会换来换去，好不好？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会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再去看一下大家直接怎么跑的，因为感觉那个地图好像都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内容好像是差不多的，所以哪边有那个滑板啊，哪边有一些就是那个技能球球的话，应该都是可以看一下，就是要去哪里吃这样子哦，没问题。那最近集会所这边的话，又有多人竞速的活动可以玩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不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啦，我视频再见喽，大家拜拜啦。